道，我忘了。印象中没有。说过妈妈过生日的时候。没有必要说，也没有场合说的。不好意思，不知道说了以后两个人会什么反应。紧张吧，他一个怕说一些什么其他的秘密让大家知道。哎呀，我很紧张，很忐忑的心情，因为因为平时打电话不会说这种，会觉得我失常了。他会哭这样吗？真的会哭，你别哭啊！哭吧，我的表情会很难看的，你会看到你哭。我进门。喂。哎。哎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在休息，怎么啦，你的？就是那个母亲节快到了嘛，先庆祝，先向你祝贺一下嘛，母亲节快乐啊，我爱你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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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我感动，我要流泪了。哈哈哈哈哈，你们在身边。哎呀，你真的哭了？不会吧？哎呦，啊。好好好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睡觉休息吧。你身体要注意哦，加强锻炼，牛奶也要喝，晒太阳。好。好。你自己休息吧。好。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有点事，我有点事啊，在这边。哦，你在外面啊？啊啊，快点咯，我还有事啊。那个母亲节快乐，然后我爱你。哦，谢谢。那你讲一下，快点。我现在在这里开火的门口啊，因为我的房子进去的，快点啊，有没事啊？没事没事，拜拜。母亲节一会儿再打，因为我被。喂，母亲节到了，跟你说一句话，我爱你。听见没？听见没？我爱你。听见了，我知道了，妈妈知道了。啊。我以后。你干啥呢？没事，给你打电话。我说你干啥呢？给你打个电话。你干啥呢？听见没？听见就别打了，我在公交车上。哥，听见了，听见了，就给你打个电话。行吧，好吧，妈妈，行了，谢谢。行了，那行，忙了啊。啊，好嘞，拜拜。拜拜。比较意外的，因为我妈会就是这种感觉，然后我也可能受她影响，流了几滴眼泪，难受，就自己做的不够好，应该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。觉得比想象中的轻松，说这三个字，以后会多说吧，就觉得也没什么，就是一种表达方式，对。